进入龙年后，谷爱凌继续无可挑剔的表现。在 Do Tour 赛场上，谷爱凌在短短15小时内连续斩获两枚金牌，尤其是在自己最擅长的 U 槽，谷爱凌大发神威，完成了 97.66 的新高分，炸裂全场。谷爱凌骄傲写道，15小时两赛两胜，以七金两银的成绩结束了本赛季的 U 行池。坡障和结实技巧的九场比赛，什么是滑雪女王？这就是了。2019年入籍后，谷爱凌已经拿下了28金7银4铜的成绩，而她目前还只有20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谷爱凌在比赛中身穿的战袍并没有中国国籍，但是在赛后颁奖典礼前，谷爱凌特别找来了中国国旗印在了左肩上，以中国运动员的身份登上最高领奖台，可以说有心了。